袭红丝绒礼服，搭配白皮草披肩，一代巨星邓丽君的身影缓缓浮出，带来经典名曲《甜蜜蜜》，仿佛亲临演唱会现场，让粉丝感动不已，嘴里还跟着唱和，因为她的歌声已经是台湾人的共同回忆。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像我们这个年纪，就是听邓丽君的歌长大的嘛，其实跟我年龄差不多啦。那我们很怀念她，很可惜就很早就过世了嘛。所以也许是不容美人见白头，所以现在留下都是她最美的影像。所以很高兴这次看到这个展览，包括脸部表情、肢体语言，邓丽君的一颦一笑都栩栩如生。这全靠好莱坞视觉团队 Digital Dolman 利用 3D 影像技术重现她的美丽倩影。天籁般的歌声也优雅地随着旋律摆动，令人难忘的邓丽君在这一刻真的回来了。这是我们特别为邓丽君文物纪念展开的一个浮空投影的单元，然后它是一个虚拟人的表演，然后这个是请就是好莱坞的视觉团队，就是 Digital Dolman 帮我们特别做一个这样的展示，民众到现场就可以身临其境看，再重现邓丽君演唱《甜蜜蜜》的歌曲。为了让民众一睹巨星风采，北市府一楼探索馆特展区现正开放免费欣赏虚拟邓丽君，从周二到周日，每天早上9点开始，每30分钟一个梯次，要让歌迷重温小邓温婉动人的歌声。台播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尤祥婷采访报道。